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土豆。上期视频有观众问我如何分辨原装 GBA， 所以他来啦。其实因为当年 GBA 本身在国内就有很多水货，再加上一些贩子的操作，国内原装 GBA 的保有量还是挺大的。二手交易平台推荐闲鱼里面的卖家一般都会说明机器是否为原装，也不用太担心卖家会用国产的来冒充，因为闲鱼有很多正义的键盘侠会在留言区对他疯狂轰炸。原装 GBA 的手感真的是嗨到不行，愣着干什么？快给三连啊！